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 Dorothy。讲到扫街，大家一定会谂起旺角或者葵芳啦。但其实大角咀呢一度咧都有好多正嘢食噶。今日就等我带大家一齐嚟扫街啦 ，Let's go！ 第一站带大家嚟食日式可丽饼，呢度有20多款咸甜口味选择，试下忌廉芝士吉士味先。饼皮薄身得嚟，又有烟韧口感，面层焦糖烧到金黄脆脆地，配上软滑忌廉芝士。另外有人气抹茶红豆白玉可丽饼，沾满特浓抹茶忌廉，仲有软糯白玉丸子同红豆，配料好丰富啊！士多啤梨香蕉配朱古力雪糕，同埋忌廉芝士烟三文鱼可丽饼都好吸引。第二站去食冬粒 burger， 呢间美式汉堡店以松软冬粒代替一般嘅汉堡包。手打牛肉汉堡夹住邪恶半溶芝士，仲特别加入香甜棉花糖做馅料，咸甜配搭好过瘾啊！另一款冬粒汉堡仲用上烟韧珍珠嚟配搭酥脆嘅炸鸡添，口感超丰富。小店最近新推出软壳蟹汉堡，加埋牛油果更加正啊！最后一站一于试下日本鲷鱼烧啦！呢度可以食到绵密松软嘅传统鲷鱼烧，推介经典配搭十胜红豆配牛乳吉士，同埋软狗小生源抹茶口味，金黄香脆嘅酥皮鲷鱼烧都好正啊！食落一啲都唔油腻。